敬请收看《台视新八点档·梦乡》。村头的病到底有偌严重，你知影无？伊的身体根本就扛袂起，莫讲你要带伊转故乡，凡是伊行出这病院的大门口了后，伊就会无命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影，村头啊是你上好的朋友，你看伊安尼，你一定唔甘。也毋过，伊即摆情形，你上好就互伊住喺病院，互咱大家共同来照顾。唔通增加伊的痛苦，伊会当活一天，就算一天，互伊平平静静过最后的日子。你唔着爱安尼做才对。老医生，你找我？你这个护士长是安怎做的？我是做唔到什么代志，小。你到今摆还阁唔知你做唔到什么代志？你实在哦。我问你咧，当初你想要做护士？我想应该是救人啊。救人？你安怎讲会出嘴？你明明知影村头阿姨的病这么严重哦，你安怎赶伊走？你这是害人，唔是救人，你知影无？阿姨都无钱啊，我唔是挑工的。是钱较重要，还是人的性命较重要哈？啊，病院有病院的规矩，而且是你家己叫我决定的，我无唔对啊。你无唔对，那咧是我唔对咯。我知影啦，你对姜梅啊真不满，要过你总袂使因为春条啊是姜梅啊朋友，你就用这款歹徒对待伊啊。你甲赶出去，万一闹啥物三长两短，你的良心敢怪得过啊？你敢无感觉你安尼做真过分啦？护士长，我已经给你真侪摆机会啊，既然你唔知影，通去反省。但呢，你根本就无资格通去做护士啦！你走，我这病院哦，无需要你这款人啊！老医师，你莫放我走，我知影我做唔对，我无应该怨恨来报复，我无应该挑工来为难我玉梅。你给我一遍机会，我认错，我给你下死的。你要下死的人，唔是我，是你家己的良心啊，是顾玉梅啊！老医师，我拜托你，你就带谅我，带你这么多年，你就原谅我一摆，好不好？你要我原谅你？会用钱，你先去甲姜梅仔赔罪，你想办法叫伊留落。伊若是肯留落，你就留落；伊若是唔肯，你就爱走。老师，我。
会失的，我做唔对啊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留落来。司长，不好意思，护士长爱做屏幕唔对啊。假使讲咱病院内底护士，大家人拢像我安尼，安尼是会破坏咱病院规矩呢。老医师，你莫责怪护士长好吗？多谢。阿妹，啊，护士长既然都甲你回失的啊，你是咱唔肯留落来？唔是我唔肯留，是我已经无心情通好做工课，剩着要我的日子已经无偌济。我要完成的愿望，带伊返去故乡。老医师，真歹势。阿妹，病院开始需要你，你莫走好无？我踮在这间病院已经六年，但是你还这么麻烦，我才真动气。你千万不通安尼讲，你根本就无甲我惹什么麻烦啦。颠倒吼，让你受真侪委屈啊！阿妹，你若真正坚持要带春条返去故乡，我无法度甲你反对。不过我希望你代志若办完，你能倒转来。歹势，我真无法度想得出。你即摆心情我会当了解。不过，我一寡话想要私底下甲你讲，你是毋是会当甲我讲一下？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讲一下？阿妹，你住在我的病院已经六年，我是什么款人，你家己应该真清楚。其实阮阿爸甲阮阿兄拢是医生，我感觉你甲伊拢做同款的，伊拢处处咧替病人设想。不好意思，我感觉你实在是一个好医生。我那前慢慢咧甲讲过。我会记得阮阿叔要过身的时阵，伊捌甲我问过，我什么时阵要结婚，是不是有介意的对象？迄个时阵，我既然无法度回答伊，其实伫我心肝内，早就介意的对象，只是我无迄个勇气向对方表达我的心意。想不到，代志经过六年。我嘛是同款介意迄个人，也毋过对方嘛毋知影我咧介意，我嘛毋知影对方是毋是对我有意思。阿妹，其实我讲的迄个人，就是你。阿妹，是的啦，你千万不通生气，我讲这话吼。并无恶意啦，我是惊讲，万一你若真正离开，我无法度甲你见面，所以我要甲我所有心内话拢讲讲出来。歹势啦，互你造成困扰，不管你安怎想，你爱相信我，我是诚心诚意要请你留落来。不好意思，真歹势，我即马若是要好好照顾我的朋友春蝶，我敢是要好好陪伊，行完伊人生的最后一段。我真无想做。阿婆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啦。阿雄啊，你看咱村头的面色，是毋是比前几工啊，搁较好？呀，有影就对。哦，这老医师真正医术有够高明，厉害！早知就赶紧送来啊！恁啊，咱村头早就出院啊！好咧，家在哦，有阿妹甲咱斗三工，村头才会当大院。行。阿姐，阿妹毋是讲要带我出院去看亲妹啊？阿爸过袂来。啊，村头啊！人个老医师讲吼，你身体还袂好嘞，
我袂用行路，你着身体若往复原了后才转去啦。阿爹，你着莫阁骗我，我家己的身体，我家己上清楚。我若是即摆无倒去看姊夫，恐惊都无机会。春条啊！哎呀，春条，你若要安尼乌白讲，哪有迄个无机会啦？你头拄仔嘛有家己照镜，你个面色遐好看，你身体念会好起来啦。春条啊，春条，莫哭啦，莫哭啦！拢是我这个做阿兄含慢，我若较有出大力哦，万免害你安尼咧拖磨。阿兄，我从来都唔捌怪过你，你已经为着我做这些代志，我是我家己拖累的，你别想随到来，你别讲。我真济个，但我这伤闹较紧啦，我会砍你啦。是讲这周秋蝶个唔正囝吼，我绝对袂放伊煞个啦。我着唔甘愿啦，参周秋蝶这个妖兽骨人哦，我绝对无通互遐好食薰啦。你伫遐讲这是要创啥？啊，毋是去予人拍到安尼，规身躯密密麻麻转来？今你是八三，伊咱二三十个拍我一个，我当然嘛拍袂赢伊。啊无啦，有才调伊送我顶过去，我拍下互伊，咱做到袂。你莫伫遐讲啊，嘴角全破啦。好啦，我着等咧看啦，看到时阵哦，是啥物人做到袂啦。你，嘿嘿嘿，啊你安出事啦，要甲我闹鬼啦。阿爸。春条，拢是你啦，讲遮无营养的话，害春条心肝好艰苦啦。莫好讲，互春条好好休困啦。春条，休困啦。以后拢全靠你照顾。我知影，我知影啦，你好好休困啦吼。阿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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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啥物时阵该到倒去看一面？真对，等你病较好的时阵，我就带你倒去看正文吼。阿妹，你坦白讲。是我，我看袂到这份。春蝶啊，春蝶，你相信我，等你的病好，我一定会带你回去看姐妹，回去咱的故乡。我今天我的身体都跟袂去啊，我一寡话，我一定要坦诚讲，那么。恐惊都无机会讲，春蝶啊，阿母讲嘛，春蝶，阿母，我都想要当伊较早同款，甲伊做姊妹。春蝶啊，不管较早发生什么代志，我一直拢甲伊当作我家己姊妹同款。我甲姊妹，都永远袂去放袂去。我唔知影为什么。都是无办法跟你同款，我都是无办法。春蝶，敢讲你到即摆，还阁无要原谅我是？其实我无法度原谅你，是我家己，因为母亲是我害死的。我无勇气面对你，阿妹，你知影？当初调查起的人，会找到迄个物件，想要讲出来。阿母，你阁会当救我出来？当初有一摆，我看到阮先生，啊，阁有江乃山，伫咧庄脚边的树仔脚。你想看来带什么物件呢？林海，真多谢你了。没有这些文件，我讲你知啊，不要专门顶恁翁的罪呢。这拢是你的功劳啊！有了这些文件，林茂春啊，他是也难逃了。你骗我，你骗我！下班。我真正不知道大姐被害，你要严重。
我想袂到，伊陪我讲，我是出了遐物件，无出着我代志啊。村长，拢是过去的代志，莫阁提起啊。即摆上重要的，咱就是甲你的病医好好。我伤心的代志，莫阁提起啊。阿妹，我即摆想放袂落心，就是阿妹，我拜托你。能够完事了，你阿妈替我将阿花请往大人，好不？村长，你答应我好不？我求你，你答应我好不？村长，阿公，你千万唔通把伊带回娘家，我袂好，刚刚分家给阿母，阿母将这个事公布，我才敢放心呢。阿母，你答应我，村长，你真放心，我一定将阿芬当作是我家己的查某囝同款的疼惜。天公伯啊，拜托的啦，天公伯啊！对啦，天公伯，村长是好人，给你拜托一下。天公伯啊，拜托我会当请我的火烧，给阮烧的，拜托的啦。村长，天你的代志，我一定做得到。村长啊，村长啊，村长啊，村长啊！王伯啊，啊你空巴肚啉酒对身体无好啦。哦，这酒桶啊，伫咧作怪吼，啊无啉淡薄啊吼，会下去啦。哎呦，明天哦，要食饭啦啦，要恁较早早啉嘛。
哎，啉两杯啊，搁搓搓念啊，搓搓念啊，实在有影吼。我等来啊。哎，二婶，小丹婶，阿公问你一下哈，啊，你去学校，啊，老师来教啥？啊，你嘛讲几句哦，阿公评判者。不爱啦。哎，这，是啦，别那样啊嘞。人哋讲哦，迄查甫囡仔爱生气哦，是无迄娇娇啊哦。阿公要甲你讲咧，我来做你走。啊，那是咧创啥咧？哎呀，你莫想遐济啦，啊囡仔人吼，过几工啊都无代志啊啦。是讲这个教训哦，伊安尼对待我吼，这是我给你做得来啦。王伯，你哪要安尼讲啦？伊人已经啊，阿妹又倒转来啦。啊，恁老母吼，啊，着摕张迄离言书吼，啊，要来叫阿海阿甲阿妹啊离言啦。啊，我看恁老母甲阿妹在遐直讲，啊，我坐踮咧遮咧听，拢无替阿妹在讲话。阿妹吼，伊毋才会过来离开这个所在。我老母哪会当逼阿妹做这款代志啦？啊，你哪会当无爱让我甲阿海阿知影啦？就算甲恁讲吼，阿妹也无一定会留落。阿叔一生阿妹也留落来，无的确哦，这个高孙就袂安对待我啦。也毋过吼，我无后悔啦。我王阿吼，这世人所做的代志吼，我绝对袂去后悔。是讲啊，阿舅啊，啊你嘛袂去怪恁老母啊，恁老母是为你好啦。伊是不忍心哦，啊看你安尼哦，踮咧阮这口罩安尼无怨无言，还伫付出。第两年前伊要过往的时阵哦，伊还搁伫甲我拜托，讲叫我吼，拄好你踮咧平家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分啦。我安怎答应伊啦？所以哦，我一定要完成着伊的心愿嘞。你叫阮海啊，好不好？是讲哦，阿舅啊，你安尼点一下头咧，假使阮海啊坚持啊反对哦，我安尼逼伊来娶你啦。难过阿舅啊，你遐自头甲尖嘛哦，啊拢安尼唔肯接受，啊我甲恁老母哦也真歹超情啦。拜托者啦，叫阮海啊啦，啊！这摆你拢无讲话，可能就是答应啦吼。真好真好，阮海啊回来吼，啊我才好啊来甲伊讲者。哎呀，你是安怎啦？哇，这几年啊吼，安尼爱听就听，可能即个莫大先生那款啦。莫大。呀呀，哎，会记你哦。啊，说咧要伫咧时阵啦，啊，我有一摆吼去看病，啊，伊甲我滚双笑，讲我这莫大吼跳了伤紧啦。迄别人吼是会当跳到七十外，啊，我咧四十岁就要甲跳煞。结果咧，我即嘛六十痛啊，嘛是继续咧跳啦。安啦安啦，无代志吼。我来看医生啊，姐，哈。一时间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坎坷，为什么？只好自己讲一话。
这烟花袋啊，是恁阿爸。顶个入去故乡的时阵，你送我这个香包，阿兄拢一直挂在身躯的，因为有你的祝福，阿兄才会用这么顺利。阿兄这次平安回来，要来这香包献你，希望这香包吼会用保庇你平安。嗯？我超大，真的，你答应我好不？阿母，你答应我。我一定将阿芬当作是我家己的查某囝同款的疼惜。你阿爸叫做林无处，你一定爱会记的，知影无？阿妹，啊，剩着的后事已经办好些是？老师，我是专门要来说多谢。阿妹，你跟我讲话，谁人拢这么客气啦？来啦，请坐啦。谢谢。老师，剩着刚才有你来斗相共，才会当减轻你的痛苦。剩着是我上好的朋友，我当然莫甲伊说多谢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其实吼，我应该甲你抱歉。我为着之前甲你讲的遐个话，甲你回失礼，真歹势。我互你造成困扰，互你跋倒流落来，我感觉我真不应该。不好意思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其实我要离开这，甲这样代志无关系。你千万莫误会咧，阿妹。就算讲你唔肯接受我，上届无，我已经把我心内话拢讲出来啊。那呢，我都满足啊。我干那希望，你唔通有任何压力。上届重要的，就是你爱相信我，我是诚心诚意，要请你继续留落来。老师，这段时间。都是你对我起点和照顾，但不过我已经答应春蝶了，要出来回你故乡。行啊，阿公有一个好康的，想要甲你讲了。阿公，我无想要听你出去啦。哼，乌囡仔在台湾，我看袂出来，真来认真，真来用功哦。阿公，你真惨嘞，安尼无我都专心写字啦，你出去啊，你出去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本来阿公哦，想要带你来海边行行，来烧水，啊，唔去就好啊。烧水，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嗯，你唔是讲你爱做功课？回来才写就好啊。啊！你不是甲阿公阿哥在生气啊？你也带我去耍水哦，去就烧一半，然后烧一半尔。干那烧一半？嗯。啊，另外一半是要哪烧啊？我唔敢讲，我若讲，你会甲我骂。是啦，阿公也袂甲你骂啦，就你讲。敢有影？是有影无影？阿公也骗你吼，阿公跳咧海底起摔伊。好。好，你莫找丁文，赶紧去耍水。是啊。你会干嘛？没啦，
免惊啊，阿公袂甲你骂啦。无你前阵拄只讲啥，遐尔大声。阿公啊是想讲哦，我若是去甲恁外妈讲，讲要带姊妹来去海边哦，分手哦，会互恁阿妈骂啦。我拜托啦，老舅，我就想要进水的呢，要唔讲伊脚无方便，连水拢唔敢顺过。阿公啊，伊看别人伫咧顺水，伊拢足轻松的。阿公拜托啦，拜托啦。这敢好？哥哥你着无求你的夭寿哦。啊，你咧骂我？我无骂你啊，我是讲。阿妈若知影是你去找郑云去啊，安尼你较会放心啦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啊，我是会去甲恁外妈讲啦。啊，恁外妈也唔答应，你是免怪阿公哦。好啊好啊，行行，紧嘞紧嘞紧嘞，行行紧嘞紧嘞，行。写较慢嘞，写较碎嘞吼。啊，唔，你别讲啊。阿公，等下阿妈若唔答应，你甲我斗讲哦。好啦好啦。金文，阿妈，你进来啊！金文，阿妈你好。嘿，好乖哦。啊，什么代志啊？阿公公哦，要带我甲进今天去耍水啊！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贪杯，全是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一句话。乖哦，啊，什么代志啊？阿公公哦，要带我甲郑今天去耍水啊！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贪杯，全是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一句话。0204每礼拜送大奖，只要你即马卡02047788，讲出局长阿海啊，敢会甲阿梅离婚，甲阿巧结婚，会也是袂？每礼拜送50000块的现金，留言冰箱电子词典，来电显示电话机。阮哩节目结束了后，抽出两位幸运的观众，送出2台42寸电视机，祝你中大奖哦！什么代志啊？阿公公哦，要带我甲郑今天去耍水啊！耍水哦。嗯。阿天阿公人呢？阿公伫咧外口，叫我你来讲啊。阿妈，好啊，我就是要耍水呢。通啦，进门啦，你都较无方便，你唔好甲人去耍水，阿妈袂放心啦。咱乖乖住厝里写字吼。阿妈，我拢已经60岁了呢，咱住伫咧海边啊。不过我从来无去耍过水，当下我嘛伫咧甲我笑。对啊，当下甲伊笑，我著甲伊修理。要唔过转去厝诶，我阮阿爸甲我修理。阿妈安尼真忝呢。阿妈好啦。唔好啦。好啦，阿妈。拜托阿妈。卖啦。好啦。阿婆，你毋是讲要甲我斗讲？紧来啦，紧来啦。好啦。真是的啦，是安尼啦。啊，进门啦，阿妈去到海边，啊，医生啊，啊，即马在招，我看吼，回来海边行行啦。啊，凡是啊浸一挂海水哦，啊，身体会较硬嘛，不一定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紧的啦。进门较遮大汉吼，我拢也毋捌互伊去过海边啊，耍水过，我袂放心啦，免啦，莫。好啦，阿妈。要紧啦，有我伫咧，我甲因照顾，做你放心啦。好啦，阿妈好啦，阿妈拜托啦，好啦，你哦、喔，叫你写一个字，你是安尼艰苦坐过，啊，即马讲到要耍水，就笑头笑面，你去就较乖哦、喔，唔好去伤心的所在耍水，多去较浅的所在耍到水哦、喔，吼。好，好啦。来，我给你爱。阿医生啊，你都要照顾了吼。我知影啦。好。较轻嘞，较轻嘞。来。这么行啊！行啊，快嘞，快！行啊！这样够了哈。进来，这么慢。行啊！放大点啊！
是你。哦，莫迪卡，哦，赞赞赞赞，哦，哇，嗯，阿海啊，嗯，啊，经过遐尼侪年哦，你感觉到底当阿妹啊？卡叔讲哦，阿妹永远拢无要倒转来，啊，你有啥物打算无？你若知影阿妹无要倒来，你别紧张啦，我这是吼。不管安怎吼，我会等阿妹一世。你真是遐尼爱阿妹哦，你袂当甲伊放袂记咧。我哪有可能甲伊放袂记啊？其实哦。唔知为虾米，可能是太久无看到阿梅啊。我即马对阿梅的迄个印象甲形影吼，啊，煞变甲安尼茫茫雾雾啦。啊，但是愈茫雾吼，我对伊的思念则愈来愈重。其实有当时啊，连我家己嘛对阿梅的迄个感觉，敢若是足痴昏的，啊，足惊去面对伊的。这就敢若去爱着一个活在过去，啊，即摆已经无存在的一个人同款的。真，讲啊一大堆，莫讲你听甲无啥啥，我家己嘛唔知影在讲啥。食饭时间，啊，阮阿爸到迄个口市那咧，走去对啊？因去海边啊耍水啦。先啊，他晒起来啊，我手手摸。笑袂啦，好了好了，爱跳舞。好好，快点买。快点买，快点买啊！
是安怎？静文，静文是安怎？阿大，啊，我们去提醒甲静文咯，家己算阴死啦。你在世的时阵，我无你食好穿好，即嘛要去找阿母，我著加做一寡银纸予你，你家己就毋通顾到家己。即个家事，常常拢惹你生气，我常常拢甲你斗嘴讲。心嘛，也无人会惹你生气，无人会甲你斗嘴讲，你一定会做无了。阿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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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哥。常常拢掠鱼仔来扫伊，我头世人都莫甲你讲过一句多谢。今仔是我头一摆，来甲你讲。这摆我也无看你走啊！你著怎安尼条条走哩离开啦？一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贪杯，全是无人会爱的，只好家己讲酒。心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。你呢？
写到这款话头啊，我是袂甘要受这种刀剑。你出卖用这种方法要来报复我，是无？你怎么让我连一个会当讲话的老朋友，你都不留的给我？你真是要我变做一个老孤苦的，是无啦？是无？叫你只讲倒来。志哥，倒来啦，志哥。志哥，倒来啦。你莫讲你不甘愿啦。志哥，我不甘愿。知影吼，你想要问我讲，我后要嫁予阿海啊，对无？其实这个问题吼，我嘛问过我家己几若解啦。先生娘，我无想要甲你分嘛，从头到尾，我会答应只有一个，我当然想要嫁予阿海啊。但伊即马用伊一条命来陪你林家，敢讲安尼还佫无够心？我无咧要你一条命啦，你唔敢讲这个啦。除非我冒出来趟外巴倒转来，啊，若无我永远都无可能原谅伊。但你讲的是甚物话啊？你讲安尼敢对啊？我做人的头家，安尼敢对啊？无来你就唔知你讲的话，敢真正会听你？我安尼讲来是对，敢有可能啦？我若嘛是土海人，伊嘴型这么好，伊哪有可能淹死啊？阿母，你听阿母讲，你袂用得回去，你即马袂用得回去啦。我啥都袂用得回去，阿母，我若嘛已经嘴型去啊，我倒去看一拢袂使笑。阿母，你听阿母讲，你行回来离婚，连遗书海也袂签你的啦。阿母，我来等你。夜夜在徘徊，风吹乱的形影，失去了魂体。无聊的闲啊话，当作是笑话。冷冷的一首歌，愈唱愈怨嗟。一杯一杯。暂时莫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阁解找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若是无人要爱的，醉倒一个算一个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阁解找。